亲爱的观众，欢迎你们收看我们这个艺术新天地这个栏目了。这段时间呢，在澳洲悉尼呢，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影响了我们要出外拍摄，影响了我们很多的项目。但是在这个疫情封城的期间里面呢，我们依然什么一样那么激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对影视艺术有一种浓情在这里，所以呢我们不断地我们去组织我们的活动。怎么组织啊？只能困在家嘛，是吧？但不用怕，我们是我们的影艺研讨会。我们怎么尽情地表达我们内心里面那种激情？可以这么觉得，澳华影协又送友情，我们的节目呢再现真情。我们在网上举办的各种活动都是反映了我们的影艺浓情，所以呢我们依然凭着一种对艺术追寻的那种心，我们大家去分享艺术，大家一起去讲一下各自的作品对无论是影视无论是设计绘画等等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分享。所以我们的活动可以这么说，是倾尽真情跟你分享美好的生活。最后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艺术研讨活动，多谢。Move now! Sky team, 10 seconds. 10 seconds.